你湿了吗？上。因为有一点点火灾。看一下。哦，这个是火山历险呢。然后走到这，它就存在。什么声音？好深的线啊！阿妈，你是什么？迷雾之女吗？来施展你的魔法，变！什么意思？早安，女子宿舍。各位早安。安安，安安，大家到齐了。祈求不要笑。不要吵，我相信。不要吵。几点那边吵？请将荣耀归于他。仙女，又是一个仙女，捕获野生仙女，野生仙女。Hello 有。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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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登山新手举手，你也是新手哦。但我们是更明显的，我们是更新手。我们在美国爬那个石头，爬到保加康帝，然后再爬两年。湿了吗？上，因为有点点火灾，看我上面也是。哦，怎么样？大家目前为止什么感觉？已经坏掉了，是哪里？天师。雨老师什么感觉？我们的第几次爬山了？是我们的第二次爬山，第一次有大风，第二次有大雨，但是还会有什么呢？大浪，大雪了，大雪。怎么会有一只狗狗？好可爱哦。哎，不要这样子。这个是火山历险呢。爱存在，知心的感觉。这个是摊崩了吗？这边好帅哦！哇！
很热闹，你的手在哪里？找不到，找不到，他那个朋友，左边的朋友。大家来看吕吕老师上厕所。如果是在大自然上厕所，什么感觉？很凉。你们全部进去干嘛？谁录的？这是一个景点呢，旅游景是一个景点。很高，这个很高啊！大家恭喜今天完成的第一天庆功宴，来酒拿出来，喝水啦，喝水啊，从这开始，八八坑道高粱，还有茶，我们就只喝水跟茶。向导在帮我们用我们今天晚上的帐篷，完全没有要想要帮忙的意思，因为我们不会，我们只会越帮越忙。好可怕，好可怕。死掉之后，他的尸体被藏在管理员室的床底下，哦、然后被包起来。因为那个声音很不寻常，而且因为其那条路我很熟，睡，然后他就有人盯着他，然后他就醒了嘛。然后他醒了之后，他确定他已经醒了，但是他就听到，因为那边是那种木栈板，所以他听到有脚步声，就走掉。然后走掉之后，他就出帐篷看，然后就没有了。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他是闻那边走出去。是母动物吧？嗯，我觉得好像今天的鬼故事到这边就好了啦。みなさんこんばんは，こんばんは。私は花子です。大家早安。早安，我又以前在。哦嗨哟，张老师上班了，腮红、口红、眼线液。全部都上好了。上次那么早起床是什么时候？忘记了。高中的时候。高中。我弟也不会这么早起。这个时间都没回家。对。我们要出发咯。我们是萤火虫。第二天 go。不是，不是才刚爬五分钟，然后大家一看到有讯号，大家就停下来了。接下来就是不断的两个小时的上坡。吕吕老师准备好了吗？吕吕老师。大家都还好吗？林阳是美少女，还好，我们是特别是美少女。天色渐渐的亮了。这是 Elsa， 到底是 Elsa 还是林阳是美少女？邓女士，邓女士，我是记者，记者，飞跃的林阳。记者现在都阿嬷了，拜托。好。现在是李强选手，三号参赛选手徐米飞，你最好给我摔一下哦，今天都没有亮点呐、啊。这边要快转喽、哦！好了，
你干嘛休息完然后突然补这么浓的妆啊？你是等一下要跟泰山约会吗？好呀，赶快叫你男朋友出来，快点！想吃什么？说说看。什么意思？你们闻到红块木的味道吗？闻到一个屁味，把我吓死我！认真。闻到快木，学姐你赶快开播 ，OnlyFans Go。嗨，果然 OnlyFans。Just around the river bend. Have you ever heard a wolf cry to the blue corn moon? Oh yes, I did.太荒谬了。Of the forest, come taste the sun-sweet berries of the earth. Come roll in all the riches all around you, and for once, never wonder what there were. 后面那个总共有多重？昨天40公斤，今天差不多不到20了，所以我今天很轻松啊。所以才那么快？那你我包包蛮可以帮我。讲话讲快点！咦呀！咦呀！我要上去了，奇怪，都过半小时了，李翔还没上去。哎呀！真的有用吧？有用！气！你是后面补觉？你都没有对到拍子哎！现在呢，我们就是要去找绵月神木。他刚刚说太低，然后我也跟着说，哦，真的也太低。没有带脑来吗？我没有带，就是仙女不带脑出门啊。那个是念神木好吗？里面会有爱丽丝跟兔子在里面吗？好深的穴啊！一定很刺激。阿妈在里面吗？阿妈。下大雨了，我们真的是很 lucky 呢。这是回程，然后碰到大雨，就是完全崩溃。好辛苦哦，姐妹们，最后一里路到了。Ready, go！ 截肢哎，这个冷度，那是魔法森林吗？要过之前要先截肢，真的好厉害啊！你是什么？我是迷雾之女。迷雾之女吗？来施展你的魔法变。什么意思？
在是我们第二天的晚上萤火晚会。Yeah! Hello， 对面的女生，并没有。你要叫我们这边啊，我们这边是对面的女生。Hello。你是每一个人语降落在水样声音。早安，早安。什么感觉？今天第三天，我们昨天从3:30开始爬，爬到下午5点，我们这样爬几个小时？14个小时，爬到都怀疑人生了。协助，我们要走喽，拜拜，待会见，你答案就会超过我们了。捡到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？啊！这些树根就会形成天然的楼梯啊！来，大魔王来了，大魔王挑战。第一位参赛挑战者阿奇 ，Go！ 啊，边爬边大喽。这一边很精彩耶，那个声音耶，哎，我觉得我的天哪，我觉得我们到了，王一奇，我们到了，爬完了，什么感觉？觉得终于解脱了。好像没有多难，简单吗？就是太难了。那下一个要挑战什么呢？喜马拉雅山吗？哦，怎么感觉？让我们今天我们爬山的行程就在这边结束喽！大家开心吗？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还有订阅与分享。打开小铃铛，还有打开说有通知。爱你们，啊，爱你们哦，猪。你们俩就是女泰山吧？我是我家汤弟，我是女泰山。完了，好，你可以抹了。阿奇回来了。请问这位先生，您掉入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？他要金斧头，踩到我的脚痛。